布丁姐姐出席另一半家庭聚会，竟然被这样要求。小朋友比较多的时候，不是突然间吃饭的时候，余兴活动就有没有收钱？姐姐，你还带着他们唱唱跳跳，然后他们就开始。现在小朋友，你看拿 YouTube 起来，开始按到你的歌曲，然后就放，然后说赶快教我们吧。天哪！